连小名字都得走，你们安的是什么心？这，皇上，这可是您自己个儿的原意呀、啊！朕什么时候说过采小名字？二位大人，皇上要留下个自己身边的人都不行了吗？王爷，瞧您说的，这怎么不成？皇上愿意留谁就留谁，那皇太妃呢？都是主子，说了都算。那皇后呢？当然。荣大人，您说呢？嗯，我琢磨着也得算，可这么一来还裁谁呀？啊，哼！女婿的刘兰芝，你们叫重亲，咱俩发过誓，永世不分。相公请，娘子请。内务府所成养心殿裁员部本可行，着内务府掌要大臣荣源预先将副总管太监小名字妥善安置于天津陈恩宫邸，此意万不可对任何人泄露，切切。这是嘿嘿，我赢了。嘿嘿，我又赢了。老爷子，你这个运气不怎么样啊。哎，多给你吧。不是赢的我不要。大胆奴才，朕赏下的东西还敢不要、啊、给脸不要脸想怎么着？老爷子，最近你为什么竟无缘无故赏奴才东西啊？郑元一，朕还要赏给你一样好东西呢。奴才不敢要啊。你又来了啊？真的不敢要啊。为什么？说不准，只是心里头没底。起来吧。这小名子，你信得过我吗？那还用说，小五子。好，那好，你痛痛快快的叫我一声。哎，小五子。那你到荣公府上把我赏你的东西给取来。哎，我这就去。哎，把我赏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带上。干嘛？跟新赏下的比一比，看哪样好啊。哎，我走了。哎，你再大声的叫我一次。哎，小五子。哎，走了。来人呐！
二位爷，咱这是要去哪儿啊？到地界您就知道了。荣源这是搞的什么鬼啊？您甭问，老爷嘱咐了不让说，您都甭想。你们老爷的玩笑开大了，我要是向皇上交不了差呀、啊，怕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我们可管不着，我们只管把您送到该去的地方。我怎么瞧着咱们是朝通州去呀、啊？哎，您这眼神还真不错。这条道走下去，用不了明儿这时候，那就到天津了。我去天津干什么？我去天津干什么呀？您别嚷嚷，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我要见皇上。那可不易。说什么？我是说，那可真是不容易了。我要见皇上。哎，你安静点。见皇上，没门儿。不过我这有件皇上交给您的东西，哎，您收好了。何其物！我要撒尿！我要撒尿！停车！停停停！停车！停车！吁！感情太监也得撒尿啊！看着他点儿，别回头让他给溜了。成，我就看着啊。哎呦，这小跳河了。我以前看错了人，有好些地方对不住你。皇额娘，我在亲娘那儿尽不了孝心，在您这儿多尽尽心也是应该的吧？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你们怎么站这儿啊？到那边去，看那都没人。这，哎，你们俩站这儿。这，盯着点啊。是，主子。皇上，你这个地儿我来过，你这个炕我也睡过。什么时候来过？不告诉你。不告诉就算了，总之不可能。大婚的第二天早上。
大婚的第二天，干什么来着呢？我，哦，好像是和小明子一起出去玩了。啊，皇上那时候真是小啊，光顾着玩。大婚的当天晚上，你就把我和淑妃扔下不管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到养心殿来找你，淑妃也在那儿等着给你请安。可是侍卫们说你早就出去了，不让我们进来。淑妃走了，可是我进来了。哎，我这个人呐，就是玩不够，永远都想玩，想一直玩。哎，可能上辈子是给闷死的。嗯，哎呀，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今天有你在，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怎么会呢？你不是一直都一个人在这住的吗？那不一样，那时候有小明子陪着，说说逗逗的也不觉着闷。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看，四面楚歌，小明子也走了，我一下子觉得谁也不能相信了。幸亏还有你啊，不然我可真是个孤家寡人了。皇上，你知道吗？结婚以前，我幻想过多少次我们婚后的生活，都是我和皇上你同床共寝，相亲相爱，时时刻刻都不分开。可是进了宫以后，我才知道是分开住的，而且这个冬暖阁本来应该是我们夫妻俩的恩爱之地，没想到我第一次和皇上在这过夜，我居然是你的保镖。我这几天突然想了很多事情，人生下来就是要受苦的，百姓有百姓的苦，皇帝有皇帝的苦，你皇后也有皇后的苦。你看看咱们现在像不像在牢里？什么人？你们几个过去看看。是。什么事儿？启禀皇上，没事。派人去看看。已经派人去看过了，皇上您放心。好重啊啊，好厉害呀啊。怕了吗？不要怕，我们这里啊有很多宝贝，你看，就像这个，啊，这宝贝一多啊，就灵气冲天。在乾隆爷下江南那会儿，他成了精，跑去保驾，没成想，荣公爷见驾。皇上。王爷，昨晚我想了一晚上，关于太监的事，所有都撤走，
马上去办。这不要多说了，朕心意已决，马上去办。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除端康、静怡两宫皇太妃身边离不开的执事人等以外，其他宫内太监、自赐、正四品衔、都领事、魏宝根以下九区四十八处全部裁撤，即日起一律遣回原籍，妥善安置，以享居家之乐。钦此。宣统15年6月20日。谢皇上恩典。大洋一块，大洋一块，拿着。大洋一块，拿好。你被解雇了，怎么还乐得出来？我有手艺，出去可以赚大钱。哦，你是干什么的？回大人，奴才是御膳房掌灶。那你呢？我是搓澡的，没别本事，净河怎么活啊？这么说你会按摩？是啊是啊。好，你们两个我雇了啊。谢谢大人。哎，留不了这么多，留不了这么多。那好，大洋一块。谢谢。真痛快，累不累啊？不累啊，不累就好。以后咱们还有很多大事情要干。首先，我们要治理宫廷，要让皇宫像英国皇家那样那样的文明。皇上，那些公公们从小就在宫里生活，你把他们撵走了，他们怎么生活？哎呀，顾不上那么多了。做大事啊，就不能婆婆妈妈的。再说，还是会有人家收留他们的，要不你们荣家就收留两个啊？哎呦，你饶了我爸爸吧！你看，轮到自己家就态度不一样了吧？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说，你爸爸对我裁剪太监是什么态度啊？他还有什么态度？你认为好的，他都认为好。啊，哎，那是啊，做人就要有作为，就像当年的康熙太祖和雍正太祖，年纪轻轻的就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Harry， 你裁剪完太监，下一步要干什么？啊，干什么？哎，总之第一步，治理宫廷，跟着我就治理国家啊！今天玩的真开心，哎，要不咱们请出大戏，让你玩的更开心，好不好？哎，好啊！好！皇上，您这次宫廷改革马到成功，可谓是振兴朝廷有千秋之功啊。就是，皇上真是年轻有为，敢想敢做。哎，岂止是敢想敢为，真是眼光独到啊。把洋人那些好东西学了，把老包袱甩了，真是独具慧眼呐。行了行了，二位不要说真的好话了，看戏。好。皇上，我们是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冯玉祥是什么人？少英，你请了冯玉祥的人了。大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皇宫，知道吗？轮不到你们这帮兵来撒野，赶快出去！要不告诉冯将军，有你们好看的。皇上，我带了一份冯将军的文件。给他，给他，念。这，关于修正卿室优待条件的协议，皇上，拿来。
唱戏。坐下，坐下，谈戏。坐下，快。皇上，我们的大炮已经架在景山上了。我可以给您3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在3小时之内您不离开这儿，我们的炮弹可就落在这儿了。哎呀，哎呀，这炮弹，慢，谁都不许走。皇上，您签了字都可以走了。唱戏。害怕，可是我不害怕，因为我早就想离开这里了，这里不好玩，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没办法呀，怎么着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自己保重啊。敬礼。停车。你要干什么？溥仪先生，我再问您一次，今后您是继续做大清国的皇帝，还是要做中华民国的公民？你们都把人逼到这份上了，还要怎么样啊？对不起夫人，这是我们上峰的意思。我已经说过了，我愿意做公民，做中华民国的公民啊。那我们将全力保护您和您的家人，请下车。哎，皇上。你们想让皇上去哪儿啊？是啊，让我去什么地方？溥先生不是已经表示过自己要做一名公民吗？那您就有权自由地居住在自己的家中。请。走。敬礼。李斌，你们过来。王爷，你先消停一会儿，你得打听打听外面有什么消息，想想办法。想办法啊？对，想办法。哎呀，这荣源也不露面啊。你去打听打听外面有什么消息。好，好。哎，皇上，这外边不让出去，大门上有兵啊。那你打电话呀。哦，打电话，对，给谁打电话呀？
皇上甭急，请王爷给郑孝胥大人打个电话，兴许能知道个准信儿。好，好，那你还不快去？哦，快！这就去，这就去。皇上，这里住处狭小，您和皇后先住下，我再请王爷安排一下一住别馆吧。哎，不用了，朕已经让他们将东面府里的数字堂给收拾出来了，你陪皇后就住在西花园吧。可是王府比不得宫里啊，皇上没人伺候哪成呢？哎，不必了，朕在这里也好办事，反正也并非长久之计。事已至此，皇上也别太过忧虑，有句老话说得好，船到桥头自然直嘛。皇后呢？她的头疼病又犯了，刚刚睡下。哎，回心啊，现在只有你能为朕分忧啊。宫中皇太妃宴驾时一再叮嘱要好好照顾陛下，我又怎敢不用心呢？好，来坐。谢皇上。慧心，嗯，皇后不大善于持家，现在世事艰难，今后你要多费心啊。皇上吩咐，文秀怎敢不用心呢？嗯。哦，宫中的静怡老太妃出宫的时候说想暂住麒麟碑胡同的公主府，出宫时仓促，没来得及跟皇上说一声，我就请少英大人去安排了，也不知是否安排得妥当得体。啊，好。慧心，你出宫的时候手里老拽着把剪子，你是想？臣妾是想皇上万一有难，臣妾就……主子，觉得今天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皇后、主子，贵体健康。怎么回事？这是淑妃主子给您请安呢，她一直在大厅候着呢。她怎么那么大老早就过来了？主子，您忘了，淑主子就住在咱们对面啊。哦。皇后、主子可大安了？哦，我好多了，你歇着吧。是，谢皇后、主子。皇后主子，您该尽早膳了。知道了，跪安吧。是。你们先退下吧。是。给皇后主子请安。哟，你还没走啊？主子，您又忘了，淑主子就住咱们对过。你就住那儿？嗯。皇后主子，进早膳吧。我还真有点饿了。淑主子也没进过膳吧？嗯。一块吃一块吃吧。谢皇后主子恩典。Mary。 嗯，玛丽啊。皇后主子，坐坐坐。谢皇后主子。咱俩以后门对门的住这么近，就不用拘那么多老理儿了，好吗？这再者说了，皇上不是也说要做中华民国的公民了吗？以后咱们也都是公民了，也不分什么奴才主子的了。回皇后主子，这恐怕是不成吧？怎么？皇上说愿意做中华民国公民的这些话，那是被冯玉祥、陆中林他们逼的，是迫不得已的。咱们自个儿可不能坏了君臣尊卑的规矩。再者说，咱们再不济也是帝王之家呀。哼，帝王之家呢，连个家都没了。可这是祖宗留下的老理儿啊。你。
皇后主子。好好好好，只要你不嫌烦，就这样吧啊。是。慢着，我要觐见宣统皇帝。现在是中华民国，没什么宣统皇帝。是你们无礼的，将他从属于他自己的宫殿里赶了出来，软禁在这里。你们还要欺骗人吗？干嘛欺骗你们？中华民国人人平等，都是公民，没有皇帝。我不跟你说话，我要见皇帝。我一定要入内。怎么回事？报告李连长，这两个人闹着要见溥仪。你们什么人啊？这位是皇后的父亲荣公，鄙人是御前行走郑孝胥。皇后的父亲？那还能错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位是皇上的老丈人。什么皇上？哦，对对对，是溥先生，溥先生的老丈人。那请进吧。嗯，好。哎，你上哪去啊？我买菜去。买菜？不许去。连出去都不许啊？上峰有令，这里只许进不许出。这儿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我们吃什么呀？等着军需送啊。等着你们送？你们知道我们主子吃什么吗？别废话，快进去。不让去我们还省事儿了呢。皇上怎么样？皇上倒没怎么着，皇后可病得不轻啊，自打到了这府里就没起过床，老喊头晕。哎，快带我去瞧瞧。快通禀。我查阅了能收集到的国外报纸，上面的消息说冯玉祥和段祺瑞、张作霖失和，虽然极可能被迫辞职，但也极有可能第三次对北京采取军事行动。据日本人得到的情报，他和过激主义分子过往甚密，恐怕对皇上有不利的行动啊。就是就是，日本人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趁早离开这里，到东郊民巷躲避一下吧。避？怎么避啊？依臣之见，一趁冯玉祥自顾不暇，国民军不备之机，可暂避于外国公使馆。哪家？英国？这个啊，日本国公使馆的吉冈安治先生，他代表公使大人表示愿意提供便利。皇上，我看就别去了。这种话可不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哎，你也不想想，朕都大半个月没给老太妃请安了，帝王之家可没这规矩，又逢乱世，这种情况怎么着也得去看看呢。可是这外边不安生啊。孝道，再不安生也得去，舍了命也得去，天不灭，道义不灭。皇上，让臣妾跟您一同去吧。嗯，算了吧，你还是过两天再去也好，等皇后的病好一些，我再陪她一同去给皇额娘请安。哎，走走走。皇上等等，皇上等等。李队长，李队长、啊、小皇上要跑了。要跑啊？你说为什么啊？你说一下，我们要出去，你们为什么不放我们出去呢？怎么回事啊？溥仪先生，你要去哪儿啊？我要陪陛下去麒麟碑胡同公主府去探望老太妃。军官先生，你还要盘问什么吗？二位请吧。哎，你们干什么啊？开车。
试。你们要干什么？哎，别紧张，没事儿。陛下，请进。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回去，我不回去了。溥仪先生，让我们跟着您吧，我们也回不去了。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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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主子，您要什么？玛丽亚，你在这儿。嗯，怎么了？你要什么？人呢？人。皇上出去一天了，还没回来，额府里的人都出去找皇上了。是是，人都走了，他也走了。您别担心，他们还在继续找呢。哎，你会烫黄酒吗？烫酒？啊。都快三天了，怎么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啊，你说他会不会坐上海轮奔了欧洲了？就这么把咱们撇下，自个儿走了？淑妃啊，这段日子咱姐俩相濡以沫，我也看出来了，你其实是个实诚人。以前我还真小瞧了你了。从今往后，咱们也别那么身份了，咱们就直呼其名吧，好吗？皇后如果愿意，就称呼我的小号吧。慧心，你叫我穆红。嗯。来人，这是什么？是端康皇太妃临病天的时候交给我的。同道堂？嗯。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咸丰爷送给慈禧老佛爷的信物。什么信物？它代表着权力。什么权力？皇权。就凭这枚印章啊？不过现在它也没用了。它现在也就是一个信物。皇后，它就代表着咱们姐妹同心同道，一起辅助她。辅助谁？皇上啊。对，一同留学欧洲，一同重建大清。重建大清？在哪儿？